我最喜爱的大英雄是个有超能力的一个人。我的年代了，小时候看的一些电影啊里面的一个人物。他头发飘逸，头发非常的长，有一点点头发，又没有头发。很久很久以前出现的一个华人，他会帮助就是很多需要帮助的人，身形不会太高，他也会点穴。身边呢有一位很漂亮一位。一个叫阿姨的一个老婆，猜猜她是谁？你猜到了吗？我刚才说的那个大英雄就是，答案要揭晓啊，她就是黄飞鸿。我安迪鲁西呢，最喜欢的大英雄，我最喜爱的大英雄，很容易的，你们想一想，他呢就长得